这是艾蒿，这是我刚认识的一种中亚植物。因为我的名字是艾菲，艾是艾蒿的艾，所以我比较有兴趣。感觉手很灵活，我会跟朋友一起做这个，在我的中文班。我练习了把短剑，也我的身体很舒服。刚到中国，我有点感冒，然后我的老师帮我买了川贝枇杷膏，我觉得非常有用。我想中医文化来我的国家，我爱汉语桥，我爱中医。